这个你看了哈，它多么的干净清爽。好，这边，好，先直，微微向左，好，轻轻离开，好，所以很温雅，很温和，很润泽，很雅致，不会很夸张，哦。哦，它这个不会完全直。好，太。手向右，不是笔向右。你看，这真是很好的笔画哈、漂亮了哈、就是说啊，你用正确的笔法来正确的运笔哈、毛笔听你的话，它就不会作怪，不会作怪就会很漂亮哈、这个中哈、不太好写，不太好写在哪里呢？它的结构。他这边的哈，他用的不是我们那一种翻手点，他是让笔休息。哦，好，向左，所以它上面是这样子的。好，啊，你可以用起笔啊，我们是会尖尖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这时候你把笔先放着，先让它休息，然后直接向左就可以了。好，它这个很轻，行。它这个勾勾是向下的感觉，哈啊，我不建议你向下，你还是向左，向左，哦，对，这两笔长短不会很大，这个请你对中，哦，它对中好了哈，对中，好，一个点，指点。这样就很好看了哈，好，